陈叔，谢谢你让爸爸进来看你。这么多年一下就过了。你不要怕，爸爸一定想办法帮你。有了女儿之后，我才知道自己任性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包容我，我也知道当年妈签的是放弃急救，我也知道你再婚是想给我一个家。我现在都知道，这是爸爸为你求的平安符。你要收好，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，可以做你的女儿，我觉得好幸福。TVBS 42台每周六晚间10点，天堂的微笑，我们说好不哭。